我们今天在澳门召开第十届的世界缅华大会，在这里啊，我在主席团的会议之中呢，得到大力的各位团长主席们的支持，我们终于把这个重大的任务取得。在美国下一届十一届呢准备在美国召开，所以呢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又惊又喜。因为惊的呢，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大的活动，喜嘛，就喜欢在这里高兴的有这种的机会，所以我相信下一届我们也欢迎大家到纽约来做客。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20周年的特别日子，自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在澳门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落实。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特区政府、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澳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我们澳门的缅华互助会选择今年呢，在澳门举行第三次的，也可以说是第十届的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我感觉到非常好，而且呢，我呢也是表示祝贺。由澳门缅华互助会主办的第24届澳门缅华泼水节暨第10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同期在澳门举行，来自美国、缅甸、泰国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600多位嘉宾与会，同时举办了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论坛。我们世界缅华同侨大会呢，是开了第10届，多年来我都有参加。我们昨天晚上的主席团的会议，大家都大力的推荐支持我们在美国纽约去举办，所以呢我就感觉到非常的高兴，有这种的荣幸可以为我们的缅侨在美国来主办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我就希望我们借助这种的活动呢，可以增进我们这个中缅以及美国的多交流一下，所以希望下一届活动呢在纽约举办，同时我也希望大家抽时间呢过来美国走一走看一看。今年澳门缅华互助会举办的两项大型活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庆典活动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上聚在全世界的缅华同侨来到澳门看看我们在我们的一国两制的成功，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泼水节活动联合起来，就是希望通过活动增加中国跟缅甸澳门跟缅甸的交流，促进两国的关系。在澳门感受浓厚的东南亚泼水文化，今年澳门缅华互助会一如既往邀请了中国内地多个东南亚国家驻港澳总领事、缅甸、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希望你发愿，今天的土地，永远是万年。
第十届世界缅华铜桥联谊大会暨第二十世届澳门缅华泼水节的欢迎晚宴。现在呢，有请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这边呢，和大家共同度过这个非常欢愉的晚上，而且呢，我们同时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还有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0周年的庆典，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的一年哦。好了，现在呢，请允许我，就是谢谢为了我们这个主办方，谢谢在座的各位来临澳门参加这一次的盛会，以及呢你们一直对本会还有活动的支持。现在请邀请澳门缅华互助会叶孝光会长到台上致欢迎词，有请会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各位缅华同侨，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新闻记者们，晚上好。各位领导嘉宾，各位缅华同侨们，你们在不计辛苦就圈如断不远万里忙完一二程前来参加第十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会大会，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及第20次届澳门缅华泼水节等新设立活动的盛会。首先让我代表本会同全体同仁向在座的领导我朋友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今天是世界盛会的第一天，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很高兴迎来了在座领导嘉宾和各地缅华同侨，你们大驾光临，让我们备受鼓舞，因为你们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我们的可爱和支持，从朋友们的社团工作经验中得到分享，以把我们会务工作做得更好。最后让我衷心祝愿大家身心健康愉快，家庭幸福，万事顺意，谢谢大家。谢谢叶会长，请回席就坐，谢谢你。接着我们有请澳门缅华互助会马秉国常务副会长到台上致谢词，有请常务副会长。尊敬的国内侨方侨联的领导们，尊敬的缅华同侨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莅临澳门出席今晚的迎宾晚会。澳门缅华互助会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的大庆来临之际，以联谊交流创新发展为主题，举办第十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暨第24届缅华泼水节系列活动。是次活动本会邀请了国内各省市侨办侨联的领导莅临指导，并且得到世界缅华同侨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国的有北京、广东、福建、云南、上海、广西、陕西、江西等。美国方面由南加州、北加州、纽约，缅甸有仰光、曼德勒，还有澳大利亚、台湾、香港等，还有东南亚各国驻港澳总领事，国内各省市侨务部门和海外缅华同侨朋友近700人参加此次大会。本次世界缅华同侨联谊会开幕典礼，非常荣幸邀请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澳门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何厚华先生，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斌先生，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张荣顺先生，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公署副特派员王东女士，中央统战部局长黄平女士，缅甸驻港澳总领事 Madam Ma Du Sir Dan，还有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龙博士等出席主礼嘉宾。自澳门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深入落实基本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展迅速，国际信誉日益提高，为落实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明天世界缅华同侨开幕以后，将举办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论坛，特别邀请了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斌先生，还有我们澳门的经济学家，是我们的议员刘志毅博士，还有我们澳门的我们香港驻澳门的驻香港澳门的总领事，他自1999年就加入缅甸外交部，在政治部东南亚跟亚太区工作多年，对亚太区的地方非常熟悉研究，他们会在各自的领域介绍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策略和发展机遇。最后希望大家这几天和我们一起在澳门街莲花宝地度过十分有意义、有充满温馨、祥和、快乐的喜庆日子，高以隆情，铭记忠心。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家庭幸福，谢谢。谢谢常务副会长，请回席就座。那现在呢，我们就有请澳门缅华互助会各位长级的代表了，来到台上做祝酒仪式，也有请呢台下的各位嘉宾共同举杯。来，我哋而家咧就有请澳门缅华互助会嘅各位长级嘅领导嚟到舞台上面进行祝酒仪式嘅。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缅华同侨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让我们共同祝世界缅华同侨相聚快乐，泼水节新年快乐，干杯！干杯！祖国“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干杯！干杯！祝各位嘉宾、缅华同侨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发展，再干杯！再干杯！恭喜！Mom, your mom, you say you're my daddy,
you, huh? Everybody, thank you. Happy New Year! 接下来呢，我们呢邀请到朱先生来到台上呢，为我们唱一首歌。来，我们有请朱先生，有请。大雁南下马牛羊，走路的街头对不到，就这样的家，不管马呀，没人家的陪。
还有大型的父亲节嘉年华等等的节目也是在明天有继续的，所以呢我们还剩下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请各位可以留步继续欣赏，谢谢大家。今次你玩的怎么样？Gentlemen, good morning. 各位我们的尊贵的来宾早安，现在我们的开幕仪式即将要开始了，首先有请全体肃立。各位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再一次欢迎大家来临第十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的开幕典礼。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面，感谢现场所有出席的来宾。我是今天开幕仪式的司仪，我是 Nicosia 陆辉，大家早上好。现在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开幕典礼的尊贵的来宾。欢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谭俊荣司长。欢迎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江荣顺副主任。欢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副主席黎卓斌先生。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王东富特派员。欢迎中央统战部港澳台统战工作局局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秘书长王平女士。欢迎缅甸驻港澳总领事 Please welcome Consul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Ms. Mia Dusadan。 欢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文启华局长。欢迎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李早生代主席。欢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联副主席、澳门归侨总会会长刘义良先生。欢迎全国政协梁树生委员、全国政协刘雅王委员、缅甸曼德勒福庆大学李祖清校长。缅甸曼德勒金多燕慈善总会李祖才荣誉会长。美国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苏焕光会长。以及澳门缅华互助会叶孝光会长。再次欢迎一众的嘉宾，现在我们立刻就要进行大合照以及剪彩。二一，恭喜恭喜！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侨、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筹备已久，以联谊交流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十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及澳门
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庆典正在隆重开幕了。我敬代表澳门缅怀互助会全体同仁，感谢各位主力嘉宾，感谢国内外侨界社团及澳门各界社团代表光临指导本届国际事联谊称谓，感谢各位缅怀同侨不远万里不齐旅途劳动前来支持并经见证澳门一个两制伟大事业的成功典范。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坚持一个两制方针，依基本法管制和建设特区，从此澳门走向经济繁荣稳定发展的康庄大度。二十年来，澳门民生就业福利医疗和教育不断改善，社会安定呈现出色，生机勃勃，多元文化与多元族群和和谐共存，安居乐业的和谐性景象。缅怀同侨始终是服务当地社会，支持祖国主题国发展，增进中缅友好的积极力量。我们衷心希望大家能够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充分发挥联系广泛、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维护民族大义，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自身事业与祖国主题国的共同发展，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新的更大贡献。作为党和国家联系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侨联和纽带，中国侨联等各级侨联组织啊，正在扎实推进改革，认真承接履行海外华人华侨社团联谊等职能，努力建设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可信赖的温暖之家、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我们真诚希望各位乡亲、各位朋友能够常回家看看，帮助我们改进工作，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服务，更加密切同大家的联系。最后，祝愿第十届世界缅怀同侨联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旅居世界各地的乡亲们、朋友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阖家幸福。谢谢大家。谢谢。首先，祝贺海外缅甸华侨第十届世界缅怀联谊大会的贵宾们新年快乐，身体安康。我很荣幸参加开幕典礼，地位借此会议的成功举办感到骄傲。这个典礼受到澳门特区政府、海外缅甸华侨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在此衷心的感谢。缅甸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邦，两个人民之间的传统友好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个人民以包袱情谊相断，其他国家没有此形容，坚持协助。各位来宾，我热烈的敬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9年和澳门回归
中国29年，最后缅甸的新年有美好的气氛，生意荣兴，万事如意，一帆风顺，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送给总领事，谢谢。首先，请允许本人代表曼德勒省缅东友好协会、曼德勒金东眼慈善总会、缅北中华商会、曼德勒华族中心、金东眼妇女慈善会以及曼德勒各社团，向在澳门举行的第10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缅华同侨全体包括表达最诚挚的问候。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始创于2000年1月，首届就在我们澳门举行，当时决定每2年举办一次，然后先后在我们缅华同侨集聚地昆明、广州、香港、景德镇、仰光、福建厦门等轮流举行。上一届第9届世界缅华同侨大会就在我们曼德勒金多眼隆重举行，今天第10届在澳门举行，又恰逢我们的主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然后我们澳门回归20周年，所以我们再次向澳门的同胞以及中国的同胞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来，江南路，这种的两手的西班牙语的嘛，江南路密码比我第5报名那边，江南路也包括7级咱们上面的第5级的地方的。那我们的潘水英，江南路第6名嘛，西班牙新疆路少林的旮旯嘛，江南路密码比我第5报名也。双双的嘛，双月见面，探马名古对面的梅路，就那路有几把的。老宋的呢，就那路马家伟的，今天的四位一部，阿文双，毕忠来马水桥，就那顺木方当老把的，阿龙结束的马的，谢谢大家。谢谢您。那刚刚我们都提到过，我们已经3届呢，这个同侨大会在澳门举办。那我们下一届呢，将会在美国举办。The next Fellowship Convention of the World Overseas Chinese of Myanmar will take place in the U.S. W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all there. 那因为下一届呢，将会在美国举办，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请美国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舒焕光会长到台上分享几句，有请。I would like to welcome everybody come to New York. Hopefully next year. 明老啊，就美雪阿龙们，哦，不过南苏的在，就老农业嘛 ，New York 嘛，就是巴黎嘛。各位嘉宾，各位领导。我今天呢，非常的惊喜，因为有这个机会得到我们缅华互助会的主委对这次的举办呢，把这个压力、这个重担啊，给我在美国，因为美国从来没办过，我呢就还是感谢各位的支持，有这个机会，希望各位到美国。虽然我们是每2年是一届，不过我想呢，趁这个机会，因为纽约的夏天是在7月份，我想暂时暂定呢，在7月份我们的那个泼水节的活动，希望各位可以到美国来做客，欢迎大家到美国，希望明年再见。Thank you so much.再次感谢苏会长。
再次欢迎大家出席“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论坛。我是今天论坛的大会司仪，我是李科长。明哥拉巴，指明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的实践路径，宣示了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举措，为一带一路的建设从大协议迈向工笔化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今年的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规划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在中国发展昂首步入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由蓝图化化为脚步坚实的行动，由愿景变成风生水起的发展现实。我们已经迈开了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步伐，珠江三角的西部地区，像珠海、中山、江门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啊。当然说这篇文章需要我们共同来做，是吧？这个房价涨得太快也不见得是好事啊，但是涨是必然的，我的理解啊。来宾们、朋友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中，在共建一带一路朝着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希望包括广大缅华同侨的侨胞朋友能够把握新时代发展机遇，与祖国主席国同频共振，不断壮大自身的事业，积极参与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我们新的更大的贡献。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事业兴盛，家庭幸福。谢谢大家。To extend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Macau SAR and organizer, Macau Myanmar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th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who put concerted efforts to convey this special event of 10th Fellowship Convention of the World Overseas Chinese of Myanmar. It is indeed a valuable gathering for all of us.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eople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Myanmar is the largest countr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d is endowed with both arable land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Let me highlight a little bit about Myanmar-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government affirmed its support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signing an MOU on cooperation framework of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t the same time, Myanmar is also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ince i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Let me touch upon the Myanmar-China Economic Corridor.In the agreement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rridor in September 2018 in Beijing. 这如果大家看这个规划纲要里面呢，就很明确，其实它内容非常具体，方向性非常明确，很清晰的介绍。但目标最重要的是促进澳门的经济社会多元啊。来扩充澳门的这个土地空间的一个资源，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我看到的机遇是我们经济适度多元，在澳门中央政府
澳门特区政府都非常重视，各界都非常的重视的一个适度多元缠绕在这个问题，缠绕在澳门多年，也可以初步的成效可以看到的。在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从这内容规划里面呢，我看可以看到这适度多元的发展呢成效可以预期了。所以简单的，这专业人士在未来的澳门的这个机遇啊，比如说这个大湾区新时代背景之下，澳门的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啊，澳门将会有很多很多的大机遇，对吧？人民啊，居民也会有很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样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了，包括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的一卡通问题啊，金融融通问题啊，对吧？我们现在的澳门通不能够在内地刷啊，内地的一个广东的一个岭南通、八达通也不能够在澳门刷，我们的支付宝和我们的一个微信支付也不能够到内地，内地也不能够在澳门来，也暂时还不通。所以这些呢，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大前提大背景下，这些都可以解决，都会没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除了商业之外，居民的机遇、获得感、幸福感会越来越强，越来越明显。我那个时间关系呢，可能时间也不够了，我就暂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世界新的称谓，为澳门多元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宣传澳门宜居侨新、侨智和侨力，为推进“一带一路”经济战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绵力。能顺利举办这样的大型泼水节协力活动，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还需要很多方面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忙。在此，我敬代表澳门免华互助会全体同仁，衷心感谢澳门区政府、文化局、旅游局、澳门基金会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赞助，感谢中联办和外交公署的指导和关爱，感谢东南亚各个总领事，感谢内地各省市侨务部门、侨联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世界各个免华同侨朋友们热心参与各和支持。同时感谢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交通幸福局、澳门消防局、澳门北大中学、澳门红十字会、澳门童军总会、澳门适应社会豪丹中学管乐团不出其乐局感谢渔人码头等各机构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协助，感谢江西省侨联、江西省警察站实川推荐旅游项目，中联歌舞艺术团为本活动献艺作兴，感谢媒体工作者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真诚合作。以上，谢缅华同侨联谊大会的地球交到美国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的苏会长手上，代表下一届我们在美国再见。好，同时呢，我们也有请以往各界举办过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的各位领导来到舞台上面一起合照，手机也可以拿出来为我们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好，各位请往后移，各位有请。来，来，各位我们一步往后，对，没错，这样子站直直线我们的照片。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我们同侨，
大家晚上好。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美国纽约举办第十一届的缅华同侨大会，我非常的高兴，欢迎大家下一届在纽约相见，有可能或者明年办的话，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太辛苦，所以到时候我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意见，希望大家到时来参加，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我们也要感谢澳门组委会举办的这么成功，也希望在座的各位经过今天晚上回去到自己的家里，祝大家旅途愉快，家庭幸福，共享享，共享我们亲爱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现在有请张惠州秘书长为我们制祝酒时，各位手上呢都拿起酒杯，现场的所有来宾也共同举杯庆祝今天我们活动顺利举办，也同时祝贺我们的第十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顺利举办，交给您。尊敬的领导，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缅华同侨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请大家举起您手中杯，让我们共同为伟大祖国七十周年华诞，从繁荣走向富强，各族人民和谐幸福，干杯！干杯！为澳门繁荣昌盛、多元文化和谐发展。干杯！干杯！为中缅友好不断巩固发展，两国人民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干杯！干杯 ！Ladies and gentlemen, cheers!为在座的领导嘉宾的健康家庭幸福，干杯！干杯！为远道而来参会的嘉宾们回程旅途平安愉快，并且欢迎你们再来，干杯！干杯！恭喜再次祝愿第十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举办成功，谢
谢谢各位的来临第24届澳门缅华泼水节，共同庆祝节日的快乐。Lay dow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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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Oh,
幸福上明年会有请美国纽约缅甸华侨联谊会苏焕光会长。开动！而家咧度祝全澳嘅市民同埋我哋所有嘅观众朋友、我哋嘅华侨朋友同埋我哋嘅贵宾咧，新一年系有好好嘅好运同埋送上祝福噶，事事顺利。非常之开心啊，好温馨嘅画面啊，冇错。系啦，都要提提咧，我哋台上面咁多位贵宾咧，继续留步啊，请继续留步 ，please remain on stage。我哋咧准备有一张咧大合照咧，同大家一齐影相留念嘅。冇错。系啦，咁头先咧，祖师就提到咧，我哋喺我舞台方向我嘅左手边有呢个图片展啦，呢、这个图片展相当之厉害，又系结集咗咧咁多年嘅澳门嘅缅华泼水节嘅精华嘅回。
哥的钱都不信你们，我西龙你哥的钱都不信你们。嘿，对劲一个娘，西龙你也一样，千里的西西多美。一天对皮阳花，千里的不是水山，千里带西西家美，我千里带西西家美。你哈就是也
Leah, Leah.